第六题，下列哪一种能源可以循环再使用？它的选项 B 石油、C 天然气、猪煤都是矿产，它们都是属于非再生资源，那存量有限，用完就没有了。只有 A 风力是属于再生资源，所以理论上可以生生不息永久使用。所以它第六题问说哪一种能源可以循环再使用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风力。